23课丹尼男孩 Danny Boy。 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钢琴老师谢明琪。做这些课程最有趣的是我可以和大家分享喜爱的曲子。丹尼男孩是爱尔兰的民谣，采用伦敦小调的曲调，作曲家 Frederick Weatherly 以丹尼男孩的歌词填入伦敦小调，取合适的押韵与拍号而成。此曲是 F 大调，弹琴时记得有降 B， 速度是中庸的，拍号是普通拍子，四字拍，以不完全小节开始，所以先算一、二、三，然后才弹。此曲一共有8个对称的乐句，每4小节一句，第一小节有2个爬音，是由最下面的音往上弹，如爬音般的。你如果仔细观察，会发现整首曲子有很多像第二小节里的连接音的弹到音的长度，这种音是切分音。此曲有很多的二声部，记得弹第二部小声点，例如第4小节第二部不要超出高音基的音量。弹2声部时通常需要将最高音弹出，因为最高音是旋律，在12和28小节有 tenuto 记号，它有2种含义，一是弹到音的长度，另一是加强。力度方面是由小声 piano 开始，第13小节到了大声 forte， 然后回到小声，并且渐慢，结束前半段。在前半段与后半段结尾的个延长记号，可以弹得比原音长。这是一首很适合练习圆滑奏 legato 的曲子，把每一个音都衔接好。第二页左手单独练习忙碌的低音部，对有些同学可能是个挑战。低音有很美的起伏，仔细听要练到圆滑奏，右手有3度、4度和6度音程，把它们弹得圆滑。第24小节第3拍到3拍半移动手的位置，呼吸后快速到位，不可停留。到了29小节音乐达到高潮，力度是 fortissimo， 很大声的，之后整曲转弱而消失。我做了31小节的和弦练习示范，每弹一个和弦立即放掉下面的音符，只留最高音，练熟之后弹奏原音，看看是否能将最高音清楚弹出。